新年将至，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大能量带着礼物盛装亮相了。这里有调皮的嘉宾，这里有精彩的绝技，精心挑选的礼物究竟是惊喜还是惊吓？更多精彩内容锁定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大能量新年特辑。小不点儿大能耐，我是主持人管彤，你们好。您在这里啊，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小不点儿们的精彩表演，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和有趣经历。同时，非常帮帮团的几位嘉宾成员也会为小不点儿们加油打气。新年就要到了，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位帮帮团的成员呢，为小不点们都准备了神秘礼物。哎，这礼物是什么内容呢？我们会逐一揭晓。好的，现在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非常帮帮团的几位嘉宾登场。我们掌声欢迎教育专家卢琴老师。有请北京舞蹈学院潘志涛教授。歌手恒月，有请歌手汪正正，欢迎欢迎。本节目由洛娃洗衣液独家冠名播出，炫彩洛娃，我行我色。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个小不点闪亮登场。好吗？好，大家好，我是宋雨飞，我今年八岁了。大家好，我是宋雨林，今年也八岁。我身高1.35米，在班级里坐第一排。我身高1.45米，坐在班级里最后一排。我体重50斤。我体重110斤。这是我的龙凤胎弟弟。这是我的龙凤胎姐姐。哇，你们俩是姐弟俩，那怎么弟弟比你胖60斤呢？人家是跳舞都特别苗条，你那个110斤，我真的是觉得这能把舞跳好吗？管彤姐姐，别看我胖，其实我很灵活哦，看看我这腰身。哎，我真的不信，你看看哈。你看我们帮帮团，你挑一个你认为身材就是最好的又瘦又高的，跟你比比好不好？看看你们俩谁更灵活。我认为还是瘦一点的比较灵活。啊，正正，不一定，不一定啊。那可不一定。来来来，这是我们帮帮团成员，拿正正哥哥上来，个子最高的。
你能有我灵活吗？腰在哪儿呢？腰在这儿啊，在这儿呢。哎呀妈，没看着啊。哎，这小宝宝是真可爱呀、啊，是吧？哎呀，太好玩了，真好。人家上来是要跟你比试比试的，要跟我比啊！来，小伙儿，咱们先比什么呢？能行吗？我先比腿，先比腿，先做原地换重心。来，原地换重心，换重心。来，你给郑郑叔叔示范一下，对，开始。掌声鼓励一下！哇，换重心吗？我试一下啊！换重心哈，就是。加班。去，使劲！汪正正哥哥，你脚没并齐。脚得并齐。使劲！小八字，八字，你脚又没并齐。你脚又没并齐。是这么意思不？对。是吧？这样，脚又没并齐，小跟并齐，并齐，急得我们小姐姐直上手，又没并齐。哎呦，哎呀，这老师太严格了。哥哥，你也挺棒的，对，就还算不错的哈。过关了没？算了，算了。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什么？那咱们比第二个好不好？再比腰，怎么比？八字胯。正正，你看我们弟弟这个表情，腰，哎呦，这腰，主要看腰，来，来看看我们正正叔叔的腰，八字胯，对，腿正直，腿正直，与肩同宽，与肩同宽，好，预备，往斜前，往斜前，预备，开始，腿别弯，腿不能弯，斜前。哎呦喂！我跟你讲句啊，这家肠子肚子都疼啊！我的天！太，你这太你这不是这欺负叔叔吗？这不是吗？哎呦，我们放了两招，把咱都比下去了，还比不？比，还比啊？还有呢？比什么呢？配合，配合呀！那你有搭档，我们正正叔叔就一人咋？配合。那这样吧，我跟管彤姐姐，行不行？行，来，你给我们俩。示范一下怎么配合。我一点不撒谎哈，我不是故意摔啊，就是我这个转的时候，一般哈，就我平时我就这么转哈，我转几圈我都不行，刚才是这么转，这么转，我这看完顶上，我就再看底下就全都哪儿啊，这才一圈啊，就为了就和你转，我还得这样，你知道吗？正正呀，咱不能跟这小朋友再比了，这是人家拿手的呀，他拿手的，我还有我拿手的呢，你敢不敢跟我比？敢。跟叔叔俯卧撑，敢不敢？敢，敢吗？我让你50个，你都不见得能做过我。姐姐说敢，弟弟敢吗？弟弟做100个都没问题。叔叔，你能做吗？先做个示范。200个。哇，这可是我的强项。啊，来一。100个，好了。
两个孩子是真可爱，是吧？同时呢，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嗯，跳到这个份儿上真的是很难很难的。那个动作，整个那些很多小的细节都很到位，对，很了不得啊！郑郑老师服了，是吧？我服了，我服了。嗯，第一，郑郑老师回座位，谢谢。休息一会儿哈，咱们请潘爷爷哈点评一下刚刚两个宝贝和。孩儿啊！郑郑哥哥太贴心了啊！非常可爱，这俩小朋友，我觉得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舞蹈跳得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在跳舞的时候啊，特别开心，特别松弛，这可能是他们跳舞当中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是由衷的感到自己心里头想跳舞的那种高兴，这个特别难得，是吧？跳拉丁舞特别开心，是不是？对，是喜欢跳。嗯，你们跳拉丁舞就是一种享受。哦呦，你们俩学拉丁舞学了多长时间了？四年了。学四年了。哎，为什么要学跳拉丁舞呢？我为了长高个。你为了长高个啊？姐姐为了长高个，那弟弟为了什么呢？我为了减肥。你为了减肥呀？那你跳四年肥减了吗？跳了四年，我长了60斤。不是为了减肺吗？怎么能长60斤呢、啊、我的天哪，这舞怎么跳的呀？因为他跳完累嘛，累完了就喝水吃饭，吃完了跳，跳完了吃，吃完了跳，一个心情好。哎呀，那除了跳舞你认为是想要帮助你减肥的，还有没有其他手段呢？爸爸给我了一个减肥的秘诀。哎呀，那我们得听听爸爸的秘诀是什么。爸爸告诉我，管住嘴，迈开腿，所以我每天围着我们家绕三圈，大操场。啊、哦，哎，爸爸，这个我是同意的。管住嘴，迈开腿，那怎么管住嘴的呢？每天吃素菜，如果太馋的话，就可以端着自己的菜回到房间里吃。每天吃素，就你一个人吃，还是大家陪着你一起吃啊？就我一个人。就弟弟一个人吃素啊？你们都吃正常的那个有肉的那种菜是不是啊？不是，我不吃素，我不吃素，我只吃肉。你只吃肉？嗯。那弟弟看着你吃肉，能不馋吗？如果太馋，我就回到房间里吃。端着自己的素菜，他就噔噔噔噔噔下楼跑自己屋里吃去了。那这样，考验一下弟弟，好不好，姐姐？好，没问题。我现在就端出来好多好吃的，好吃的肉肉。姐姐能吃，看弟弟能不能坚持住。你敢不敢接受这个挑战？敢。真的吗？真的。来，放心吧，他不会吃的。是吗？来，上好吃的。姐弟俩起立，我这有准备了三道好吃的，我们一道一道看看好不好？好。可好吃了，我们先看看这个。好，噔噔噔噔，哎，哇，是什么？牛排。这是牛排吗？这么小。来，想不想吃啊，弟弟？我不吃。不吃啊？来，姐姐替弟弟尝尝这牛排好不好吃？哎呦，这牛排这么大块，上面还有好吃的牛排酱。我就吃，我就吃。没事，弟弟，今天我们是录节目，反正也没有人监督，你要是想尝一尝什么味儿也可以，是吧？现在在电视上，下面都看着呢。哦，都看着呢，好吃。哎呀，真好吃，我都闻见香味了，是吧？来来来，咱们先尝完这个，先别着急啊。弟弟可以尝一尝，是吧？你不吃。弟弟要尝，我不吃，你可以尝一块。对，我坚决不吃。尝味儿也行，我们就尝一块。快，一块我也不吃。尝一下，尝尝这道菜也行。不吃，不吃。牛排，
不吃，那我们看看下一道菜。当当当当，这是宫保鸡丁，来。哎，这个可以尝一下。这也可以尝一下。尝尝里边那个花生，那个花生可以吃。我不吃。哎呦，来，姐姐，咱们看第三道菜。噔噔噔噔，哎呦，香肠。哎呀，三根。哎呀，姐姐吃一根，弟弟吃一根。小能姐姐来一根。对，我也可以来一根，我也挺瘦的。没事儿，反正胖瘦不在这一对儿，是吧？那个，这是干什么？那什么，那镜头往那边照啊！哎，我跟那个小朋友，我们聊会儿天儿。嗯，在不会自己吃吧？录这儿，录这儿，快录这儿！就不吃啊？看出来了，很难受，没办法，确实很经得住考验。哎呀，嗯，尝一个。我不要，谢谢。你都咬过了，我不要。这是素肠，里边是素的。我不要。素肠。不要。正正哥哥又上来考验了我们这个弟弟。素的。谢谢，我不要。真的，大家也看到了哈，我们弟弟真的是意志很坚定的。不过，弟弟，我告诉你啊，今天刚刚摆到你面前的这三道美食，看上去像香喷喷的肉，实际上它们是素食，是用豆制品做成的，是素菜。看上去像牛排、鸡丁和香肠，其实它们不是真的肉，所以你还是可以吃一点，是吧？回去呢，爸爸不是也厨师吗？也可以练习做这种素菜，看上去又有食欲，又有味道，是不是？果农又不是肉。果农姐姐，嗯，只要是像肉的我就不吃。哦，大家听到了吗？我们对自己是高标准、严要求，像肉的我们也不吃。嗯。果农姐姐，我稍补充一些。只要你的运动量够，哎，像恒月姐姐讲，吃什么都不怕，但是你的运动量要是不够，你吃什么它都长肉。其实正正哥哥说的就是一个整体热量的摄入摄出的问题，只要这个摄进去的热量能够被代谢掉，就不可能长多余的。对呀，你我跟你讲哈，你看叔叔，我老能吃了，我跟你讲啊，就是。恒月姐姐和两位老师加在一起，我这一顿饭都跟他们差不多呀。王正正哥哥，你说你很能吃啊，那咱俩比一比，这也比啊。你说你比吃啥吧？对，你告诉大家，你吃的最多的一顿饭能吃多少？四斤，四斤什么呀？粮食啊？米饭。米饭，光米饭，光米饭就四斤，还是除了菜，一顿饭。对，他能吃八碗，我能吃一碗，一碗饭五两，那我可比不过他了。哎呀，那不行了，我认输了。哎呀，我最多吃两碗，一碗，我吃菜吃的多。是，那个弟弟，你告诉大家。你现在这样胖胖的这个身材有没有什么好处，让你觉得特骄傲的地方？妈妈把枕头洗的时候，我可以当妈妈的枕头。对，这还是有温度的枕头。而且他的肚子非常软，我上次躺的时候，整个我都塞进去了。哦，你躺过是吧？嗯。好舒服是吧？嗯。这是一大好处弹弹是吧？还有吗？我力气大，可以抱着姐姐睡觉。嗯，你能抱得动姐姐？可以。你抱一个我看看。哎呀，好了，我们知道了，确实力气很大。那你这力气这么大，都应该能帮爸爸妈妈干好多活了，是不是？对。啊，这胖看来还是有好处的。那你这么瘦，那就也没有力气了，也不能当枕头了。那你怎么办呢？你有什么优点没有啊？我不用忌口，可以随便吃肉。就这句话，人家胖人听上去最不爱听你们这么说了哈。那倒不一定，馋死你。
告诉大家，你们姐弟两个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我的愿望是长男1.6米大高个，穿上更漂亮的舞服，和弟弟一起来跳拉丁舞。我的愿望当然是减肥啦，如果不减肥我就跳不了那么漂亮的舞了。而且呢还有两次妈妈去给她接衣服，这可倒好，把人家衣服擦就撕裂了，臭坏了是吧？那两次还有肚子这擦就撕开了。哎呀，所以还真的是生活中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是不是？对。但是阿姨想告诉你们，现在你们是长身体的时候，要适当的运动和锻炼，好好的休息，才能够把身体长好。其实无论是胖也好，瘦也好，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对。接下来我们好好准备一下，马上一起进入下面一个特别重要的表演环节，叫做小不点儿大能耐。我们听听帮帮团四位嘉宾老师对你们两个作何点评好吗？陆琴老师，姐弟俩都特别美，我觉得胖有胖的美，瘦有瘦的美，人家都是两个小瘦子在跳，你们一胖一瘦来跳拉丁舞，绝对是世界第一。我把我的爱心球送给你们。太好了，谢谢谢谢。胖呢不胖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啊，重要的呢是像管彤姐姐刚才讲了，一定要坚持住。还有呢，刚才几位老师我们在探讨的时候还提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米饭是尽量少吃，碳水化合物啊，是不是啊？那玩意儿是最增肥的，跟爸爸讲以后多整点菜少整点饭就完了吗？是不是？这爱心气球我一定要送给两位小朋友啊，两块爱心气球。一定要送。月月姐，其实我觉得胖也好瘦也好我觉得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你们非常有自信，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难得。其实胖的有胖的好看，瘦的有瘦的美丽，我尤其欣赏这个弟弟的这个跳舞的帅劲儿啊，做完动作以后手这么啪旁边这么好帅气，特别有气质，而且单腿跪的时候这一下跪得住，啊，有气质。但是呢，你那个身体的那个肉啊，一看就是虚的那个，不是有肌肉的那个肉。练这种肌肉啊，人际线，哇，导演，哇，对了，这才是能动，人家能动。哎、真的哥哥，我弟弟这也能动，动，动。第一环节的任务完成了，收获了4颗爱心气球。接下来因为过新年了嘛，哈，你们还可以挑选一份礼物，可以带回家，
好，我选潘志涛老师的。好，请潘爷爷把这个礼物打开，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礼物呢？啊，哇，好漂亮啊，是一套跳舞的衣服，这个哇一套男生的一套女生的演出服。 OK， 啊，好的，哇，喜欢吗？喜欢，太好了，赶紧去来收集你们的礼物和爱心气球。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儿大能耐》。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节目动态资讯的话，您可以关注央视《非常六加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那里有详细的节目信息以及报名方式。每一位参与节目的小不点儿都将获得由洛娃洗衣液独家送上的一份精美礼物。炫彩洛娃，我行我色，在这里期待着您家的小不点儿能够早一天登上我们的舞台。接下来，掌声欢迎下一个小不点儿闪亮登场。先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大家好，我叫龚于博洋，今年9岁，来自吉林白山，我是会太极的小青衣，这位是我的姥姥。大家好，我是吉林省武术协会的副秘书长，是中国武术旗段，我也是吴氏太极拳的第五代传人，形意太极拳的第八代传人。哇，姥姥好厉害呀。姥姥请坐，欢迎博洋和姥姥哈。刚才你说自己是什么会太极的小青衣？对的。怎么讲？姥姥跟我说，生活中无处不太极，生活中无处不京剧。来来来，小姑娘，你跟咱们大家把这两句话仔细的解释一下。咱们先说什么叫做生活中无处不太极。广成姐姐，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边录制节目一边练习太极呀。是吗？当然了。那怎么这是太极的基本坐姿，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哎呦，那个，那我是不是也得试一下哈？你看，幸亏我今天穿了裤子，必须得试一下。非常棒！但是我就没姥姥这个功夫。你看姥姥那个脚是在上面的，那个我真来不了。生活中还有什么方面我们可以跟太极相结合的？有时候呢，我们坐公交车很挤，又没有扶手的情况下呢，大家就可以扎马步，肯定能站稳。哎，这是一招。坐公交车的时候扎马步就站得稳了，还有吗？有时候呢，姥姥一边练习太极呢，一边做菜。筋长一寸，多活10年，对吗？那咱们就，把腿往这一撂，灶台也好啊，窗台也好，就让炒菜呗。就炒菜、啊。哎，这个卢老师，您看书的时候也可以那个站起来，对，练一练腰身，随时随地都可以的。先得争取把那个脚能够放上去，这还是很艰难的。没问题，没问题。几天就是不可以的，但是有个时间量的积累，指定没问题的。啊，刚刚你说了，姥姥教你学习是生活中无处不太极。对，还有一句话我都记着呢，叫生活中无处不京剧。对，是不是？这怎么讲？你得给我们举举例子。有时候我写作业累的时候，就会唱一段自己喜欢的京剧，姥姥还喜欢在我唱京剧的时候打一段太极。哎，这挺有画面感的哈，来给我们现场展示一段，再现一段好不好？生活中无处不京剧，对于我们歌手老师来说，就是生活中无处不歌唱，奶奶那个就是无处不太极呀。啊，
我跟小月我俩呢就无处不唱歌。我在家我炒菜的时候我就唱歌。你炒菜吗？炒啊。啊、哦。哎呀，我做饭做得好啊。是吧？我们姥姥是炒菜的时候压着腿，垫着腿。你呢？我炒菜的时候超越梦想一起飞，我就天天整这个。我是那个上厕所的时候也愿意唱，你看，然后那个洗澡的时候也愿意唱，因为那有回音儿，对，就感觉自带那个混响似的。对，我特感兴趣。那个时候，你一般唱什么？我一般我想听吗？想听啊。我一般我洗澡的时候都是在晚上，对不对？就是晚上睡觉前洗嘛，对不对？啊，那我就边洗，水龙头一开。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哎，我跟你说，对吧？哎，我这个妹妹呀，比如说我遛弯的时候，我遛弯的时候，在我们家小区遛弯的时候，高兴了我也唱。你知道唱啥吗？啊，365里路呀。走过春夏秋冬，是吧？大家遛弯的时候就跟着感觉走，哎呦，你知道吧？我觉得跟你做邻居，你们家这邻居肯定乐有耳福了、啊，就光听着歌就知道恒越在干什么呢。对，啊、没错，太有意思了。哎呀，今天你看，博洋借由你跟姥姥这个话题，让我们这个帮帮团成员真是透露出好多小秘密，是不是、啊？你看到这个小博洋。今天这么样光彩照人，是不是特别的挺欣慰的？是不是啊、嗯？因为现在像他这么大的小朋友，好像对流行的东西更容易更感兴趣哈、嗯。像对这种传统的艺术啊，比如太极啊、戏曲啊，对，像他这样比较感兴趣的，确实太少了，不容易啊。这个对孩子来说都显得比较枯燥。就是京剧也好，太极也好，喜欢的现在这个年龄的孩子真的不是很多，都去跳舞呀，什么唱歌啊哈。但是我觉得呢，不管是太极还是京剧，都是我们国宝级的传统艺术，我们有责任把它发扬光大下去。我们无论是学习太极还是学习京剧，就是不仅要学，还要会用。传统的艺术不仅是要传承，还要挖掘。看到这样的小朋友，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后继有人，是不是？来，我们掌声送给我们龚于博洋，谢谢你对咱们国家的传统艺术这么呢感兴趣，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和姥姥好好学习，好不好？好。嗯，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一个环节吧，小不点儿，大能耐。
好漂亮啊！三位贵妃，你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后面的这两位贵妃，好不好？好，这位贵妃是我的姥姥。嗯，这位呢？这位贵妃是我的妈妈。家中的女眷齐动员。我是小贵妃。小贵妃，三位贵妃齐心协力为大家带来了小不点大能耐的表演，我们听听非常帮帮团几位嘉宾老师的感受。哎呀，真的很美啊，姥姥、妈妈、女儿，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啊，唱得非常的精彩。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小伯阳，我觉得他特别淡定，特别安静，特别执着，这个可能是和你学跟姥姥学太极学唱青衣有关系。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呀，真的能够让人的心灵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家长因为孩子不专注特别着急，其实传统文化真的能让孩子坐下来。我要把我的爱心气球送给你这美丽的一家。谢谢。谢谢郑正。那个画面啊，婉彤姐姐真的是太艳美了啊！咱们中国的国粹真的是啊，走到哪个国家，国外的人看到的时候都那种惊叹的那种感觉啊！祝贺你啊！我一定会把这个爱心气球送给你。谢谢谢谢，王爷姐姐。我觉得这个你们刚才这个表演呀，真的是太有特点了。这么唯美的舞台，然后这个你们三个又那么漂亮，我觉得你们三个最要感谢的就是感谢我们这个栏目组，让你们，在这里留下了最美的一段回忆，或者是最美的一段影像。当小宝贝渐渐长到姥姥那个岁数的时候，拿出来看一下。天哪，太值得珍藏的一段回忆了！恭喜你们精彩的表演，我也会把这个爱心气球一定会送给你们的。谢谢谢谢，潘爷爷。好羡慕你们哦，这个我在想，如果我们家能不能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上一下舞台，都这么漂亮，这么隆重，啊，那么不可让人这个忘怀。你看这个扮相哈，我就在想，因为我一进这个剧场的时候，我就看他们已经把水沙已经都扎上了。那我年轻的时候扎过水沙，这个有半个钟头时间，这个脑袋就得炸。他们这都已经两三个钟头了，我说不知道他们什么感受，但是呢，我相信他们甭管多疼。他们也是幸福的，幸福在我们中国的文化的自觉、自信，值得骄傲、值得人羡慕的这一刻，我把我的爱心气球献给你们。谢谢。谢谢。真的，姥姥和妈妈今天就为了衬托宝贝的这个光彩哈，哪怕这再不舒服，都是心中甜甜的、美美的。啊，同样，我们博洋宝贝。你也有一份新年礼物，你可以挑一下，卢老师还有恒月姐姐，两份礼物，你挑选一份礼物。那我选择恒月姐姐的礼物。啊，我们看看恒月姐姐福袋里面装的是什么礼物呢？宝贝，真的是挑对了。国家京剧院的京剧票，哦，你们表演得太好了，然后我觉得送你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够拿这个能替代，你们去看一场我们国家京剧院的一个纯正的京剧表演，我相信对你的表演这个上有很大的帮助，你说对不对？对。好了，希望这份礼物你会喜欢，那就和姥姥妈妈一起去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和这份新年礼物，好吗，博洋？好，来，慢点啊。本节目由
洛娃洗衣液独家冠名播出，炫彩洛娃，我行我色。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小不点闪亮登场。介绍一下自己。嗨，大家好，我叫崔哲恩，今年八岁，来自江苏盐城。崔哲恩小朋友，刚刚你在跳舞的时候，下面就有观众交头接耳说，哎，这个小伙肯定他的大能耐是跳街舞，对不对？不是的，我的大能耐可就在我这双手上哦。你们可以猜一猜我的大能耐是什么？不是跳舞，跟手有关。他应该是魔术类的吧？不是的，魔术，可能是学武术的，哎，是吧？不是，按摩，更不是，都不是啊。那我们都没猜对，那你告诉大家到底是什么？上道具，看了你们就知道了。哇，上道具。原来你的大能耐是打架子鼓，是的，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我打的可能要好看一点，就是我个人觉得我打的比别人更帅。哎呦，是吗？那我们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先给大家表演一段，好不好？好，来，有请崔哲恩小朋友。是打得比别人更帅一些，是吧？哎呀，果然名不虚传呀，你厉害。哎，告诉大家，你练架子鼓练了多少年？我从5岁多开始练习架子鼓，已经练了大概3年了。3年的时间。哎，我在想哈，其实小朋友可以学习很多方面的才艺，像跳舞啊、唱歌啊、武术啊、画画等等，你为什么学习架子鼓？就是我从3岁的时候就喜欢拿着家里的筷子呀、敲家里的碗、盘子还有锅，然后敲坏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爸爸就觉得家里损失太大了，就给我报名了一个打不坏的东西——架子鼓。然后敲着敲着自己就喜欢上了，特别是自己打会一首歌曲的时候，心里就会特别开心。哎，我这有一段你小时候练习的视频，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好不好？你说一声再见，心里边虚中的人不到你，明天我有一盘
是每次那时候一吃饭就之前先敲一段是吧？之前之后都会敲。怪不得呢，这多结实的筷子也经不住这么老敲是吧？那个刚刚看你的表演的时候，确实你的表演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叫什么？花式架子鼓啊！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帮帮团四位嘉宾老师当中有一位就是那瘦瘦高高的叔叔，人家以前也是专业的鼓手，是吧，正正哥哥？没错。我们过去呢是打这个定音鼓、木琴、小军鼓。这孩子他打了3年，我觉得应该是很了不得啊。嗯。他这个花式转锤，我现在我估计我都有点忘了。是吧，因为我们正正哥哥已经不打鼓很多年，但是看到我们后生可畏，是不是激发了你想要上台来这个感受一下的欲望？我不见得能 PK 过他啊，我真的不见得能打过他。是小伙子给我们正正哥哥刚才这段即兴表演，你给个评语好不好？很牛，很厉害。没、来，咱们谢谢正正老师好吗？谢谢你。对，谢谢。看得出来你是一个非常喜欢花式架子鼓的小朋友，中间有没有因为学习呀、因为劳累呀、疲倦想要放弃过的时候？这倒是。没有，就是我爸爸那里就有难题了。你没难题，你爸爸那儿有难题。爸爸那儿能有什么难题呢？像我那个就这种鼓就得100多斤重，然后爸爸要帮我打包，然后搬上搬下，搬上搬下，还有拆了装装了拆，拆了装装了拆，这个真的很麻烦。我明白了，因为架子鼓是你的乐器，就是你不管走到哪里，表演也好，练习也好，都得带着它走，是吧？对。那爸爸就是你的第一助理，是不是？你们家不是在盐城吗？对啊。怎么过来的呢？这次我们是带鼓过来的，要把那个鼓放在后备箱，后备箱放不下，又得放后座位和副驾驶上面，然后我和妈妈就挤在后座位上，爸爸负责开车，开了10几个小时的车，然后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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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开到非常的压抑。哎呀，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哈？当我们的宝贝在舞台上绽放光彩的时候，一定爸爸妈妈可能会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去关注你，去支持你，是你强大的后援团，是不是？对，在这里真的好的，谢谢他们，是不是？来，谢谢爸爸妈妈，我听听你想说什么呢？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以后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会好好养你们的。这个宝宝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很懂得感恩的孩子，一定是在你学习架子鼓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付出了很多关注，是不是？对。所以你今天也用很好的架子鼓表演的成绩来回报他们。那你能不能告诉大家，目前来讲你的愿望是什么？我想成为一个音乐老师，然后教更多的人花式打法，然后还希望自己能有一辆自行车，因为我希望我近期能尽快把自行车学会。啊，当音乐老师这可以理解，你是说要学习骑自行车？你不是已经都8岁了还是9岁了不会骑自行车啊？平时。每天都要练架子鼓，然后没时间出去玩。自行车买了吗？还没有买呢。还没有买呢哈。那这一次到中央电视台《非常6+1》的舞台表演完节目之后，那个如果表现得好，相信爸爸会奖励你吧？应该会。好的，所以接下来好好表现，还有马上最重头戏的表演，那就是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一个环节：小不点儿，大能耐。
匆匆，聚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乱世飘江湖，有刀剑如梦，苍穹下如浮，又何故争斗？练神功，踏轻功，难道平庸？斗天下斗不过八卦乱中，一身潮起潮落，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老师，哎呀，我觉得我们小哲恩真是有中国范儿，自信、大气、灵活。首先，我非常感谢你父亲。你父亲在你3岁发现你有敲敲打打，对音乐有兴趣，就这样把你培养成了，一路陪着你，那么重的乐器帮你背着，那么远的路跟你一块走着，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要把我的爱心气球送给你和你的爸爸，谢谢，谢谢。来，请你也小宝贝。我觉得在你这个表演架子鼓的这一段时间里边，我觉得你身上有好多好多的能量在释放。最引人我注目的是有一个动作，就是你这个打着打着，然后这个手这么一举，就这一个动作，就瞬间让我觉得。其实你才8、9岁，可是你这一个动作，你会让我觉得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太棒了，太喜欢你了！我要把爱心气球送给你。谢谢。好，我们听听正正哥哥的。这才学了3年，如果真的要是说这么持之以恒的这样，每天都学，每天都练，啊，这就很厉害了。而且你今后啊，真的是可以成为中国最好的鼓手，好不好？好啊，我一定要把爱心气球送给你。谢谢。啊，谢谢。来，我们听听潘爷爷。当你说到长大了，也要养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心里头也激动一下，被他感动，是吧？这么小，他都已经知道感恩，所以我的爱心气球。送给你，谢谢。好，真是一个充满孝心的小小的帅气的鼓手哈。来，接下来同样你有一个挑选礼物的权利。潘爷爷的礼物被挑走了，还剩3份礼物，你选。嗯，我想想。我选汪振志老师的。对，我们俩是同行，他就得选我了，是吧？什么呢？这是一套护具，你刚才是不是说要学自行车来着？嗯，是吧？对，这套护具呢，就是要保护你的这个肘啊，和这个膝盖呀、啊，尤其是这个手啊，手的部位啊，这个一定要多注意安全，是不是？
叔叔今天就把这套礼物安全护具送给你，好不好？谢谢。好，那希望你早一天学会骑自行车，并且你的架子鼓越打越好，好不 好？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和这份礼物吧。谢谢。接下来，掌声欢迎下一个小不点儿闪亮登场。欢迎你们，来，按照惯例，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吧。大家好，我叫蔡先颖，我今年11岁。我们这个合唱团来自天津，是那个天津小白鸽童声合唱团。好，我们欢迎来自天津的小白鸽合唱团的同学们。不是合唱团吗？在我印象当中，合唱团应该有很多人哈，就你们5个人呀？那可不是啊，管彤姐姐、啊，您看我身后的这个合唱台了吗？对呀、啊，我们今天来的人能把整个合唱台全都占满了。关彤姐姐，您可以来试一下。每当我们排练的时候，只要老师喊一声“同学们，快点儿唱歌了”，我们就会迅速集合起来。哦，同学们，快点儿唱歌了。关彤姐姐，我们这是一个来自天津的合唱团呀。所以您得用天津话喊。哦，哦对哈，可天津话我不会呀、啊，谁教一下我？管彤姐姐，我教您。啊，来，您跟我一起说。好，同学们，同学们，麻溜的，麻溜的，快点唱歌了，快点唱歌了，行吗？同学们，麻溜的，快点唱歌了，同。嘿，我这还没说完呢，真来人了！我数数来了几个，哎，还是这管事儿。嗯，管用了。那不行，来一段，表现一下咱们合唱团的这个唱功，好不好？来，掌声欢迎。不错，这合唱团就得人多，这14位哈同学在一起，感觉跟刚才确实不一样了，有动作，声部的也更加的这个厚重了。可是谁告诉我说能把这台子占满啊？这明明没占满吗？管彤姐姐，您刚才声音太小了，喊得没有底气啊，那些站得远的同学没有听到啊。哎呦，这合着是我表现不好是吧？嗯，我得用大声才能来更多的同学是吧？对啊，不然他们没听见。哦，这是对我提出要求，得大声，还得用那天津话来喊哈。当然了。
哎呦，我一个人总觉得声音不够特大。我们邀请咱们嘉宾团跟我一起喊是吧？你再给我们示范一下那天津话哈，再喊一遍，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喊。好。嗯，同学们，同学们，麻溜的，麻溜的，快点唱歌了，快点唱歌了。同学们，麻溜的，快点唱歌了。同学们，麻溜的，快点唱歌了。我的天！你再不上，我的嗓子要喊破了。哎呀，什么叫做千呼万唤使出来啊？再给大家表演一段，好不好？掌声欢迎小白鸽合唱团。小白鸽合唱团的队伍不断的壮大，不光同学来了，还请来了老师，我们的指挥哈，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我们小白鸽合唱团的指挥姜姥姥姜浩老师。大家好。什么？姜老师好。你前面姜浩老师前面那个你说什么呢？姜姥姥。姜姥姥，这分明是一位男士嘛。性别上能看出来是一位男性。不不不。为什么叫姜姥姥啊？他们主要嫌我啰嗦。哦。因为每次我们小白哥出去演出之前呢，有很多要准备的工作，因为孩子年龄毕竟比较小，我总会提醒他们，要多穿衣服，要多喝水，要吃水果，这两天不要感冒，不要发烧，然后要准备这个，准备那个，会准备一堆东西。所以慢慢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给我起个外号，叫姜姥姥。咱合唱团就这一位姥姥吗？那不是。还有一个钢琴伴奏老常姥姥，常姥姥老师，常姥姥，常姥姥在那儿给我们伴奏呢。常姥姥好，不知细情的还以为咱们合唱团怎么那么多姥姥呢？原来是咱们老师，真的，我相信，咱们姜老师听到这样的称呼，实际上应该是很欣慰的。对 对, 对，这是咱们同学对你的一种爱称哈、啊。姜姥姥多亲切呀、啊！那个跟同学们在一起。排练了多长时间？这个团建团到现在有五年的时间了。因为这个团刚开始，其实在初建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刚开始只有四个人，从四个人一个小的声乐班开始，慢慢发展了五年，到今天呢，我们这个合唱团已经将近200人。哦，200人，怪不得我们小同学上来就说，以为我们就五个人，那不可能，我们能把这合唱台都占满了。对，可不是嘛，200人还不够占呢。 是吧？当然了，咱这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哈。那作为这个一位年轻的老师跟同学们一起成长，我相信在这个合唱团您的感受也有很多，是不是？对。这几年的教学中，更给我更多的是感动及感恩。其实某种意义上我应该感谢他们，正是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小白鸽的今天，才能有我这么充实的一个人生。现在真的，合唱已经变成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生活中也不能没有合唱，不能没有这些孩子。
说得真好。那我听说，姜姥姥还收到过一份同学们给你做的对礼物哈，一个小礼物啊，在我们常姥姥那儿。哦，在常姥姥那儿的哈。您方便吗？来，请常姥姥下来，我们看看是什么礼物。是一副扑克牌。开始我说姜老师没有打牌的这个习惯，可是当我打开一看的时候，我被感动到了。这副扑克牌我只拿了一些。这副扑克牌里面大王小王是我和常姥姥，然后其他里面所有的一个就是同学们的照片，对，都是我们在欧洲的演出或者是我们各种的音乐会各种的大师班的一些我们的合照，所以真的是囊括了我们五年来小白哥走过的一个轨迹。所以拿到这个照片之后，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特别的激动，因为看到照片就好像看到了我们共同经历的一些历程。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当孩子面不能哭，其实回到办公室之后，其实我的眼睛是湿润的，包括现在说我心里都特别的激动。真的，孩子给予我太多，合唱团给予我的太多。是，应该说合唱不仅让孩子们快乐，同时他们也会把这份快乐传递给自己的父母亲，传递给我们的亲人，传递给老师、同学和朋友们。我们看到这个合唱台还有一点没有站满，咱们还有好多合唱团的成员，是不是？是的。那咱们得用更大点声把他们喊上来，是吧？咱们再复习一下咱们那天津话的邀请的口号。这个最后勉为其难，既然我上来了，我来吧。来，姜姥姥给我们来一个原汁原味的天津话，召集咱们小白歌合唱团团员的口号。好，有一个小请求，让管彤老师、四位嘉宾以及我的同学们，还有现场的观众们，和我一起喊这个口号，好不好？好吗？来，同学们。同学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快来唱歌了，快来唱歌了，再来一遍。同学们，麻利儿的，快来唱歌了，再来一遍。同学们，麻利儿的，快来唱歌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一个环节，小不点儿，大能耐。春风撩起你我的离别，
小白哥合唱团的表演，我们终于欣赏到了哈。我们听听四位帮帮团嘉宾老师的感受，有请卢老师。小白哥的演唱太精彩了，让我特别感动，让我想起我的童年。当你们唱让我荡起双桨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学的时候到北海公园划着船那个情景。所以我觉得音乐有一种魅力，能让人一生都快乐。我就想了，当你变成老白歌的时候，你依然喜欢唱歌。我也非常感谢你们能把这样美丽的歌声带给我们，让我们想起我们的幸福的时光。谢谢你们，我把我的爱心气球送给我们小白哥和两位姥姥。谢谢，听听正正的感受。真的是太震撼了，两位老师，他首先他们的职业非常伟大。对，是。同时呢，我觉得他们今天啊，能够给孩子们带来这么好的一种音乐和他们这种唱法，我真的是要站起来向你们致敬，同时也向孩子们致敬，啊，真的是非常感动。这个画面非常温暖，同时呢，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合唱队的小朋友们，我的这个爱心气球一定是要送给你们。谢谢，我们都是声乐演员，是职业歌手，其实最难得的、最难的就是合唱团。因为合唱团它不像一个人在唱歌，它有那么多人，比如说刚才50多个人、50多个学生在唱同一首歌，他们要考虑你们之间的配合，这个配合度和契合度你们做得太好了。恒宇老师必须把这个爱心气球送给你们，你看我激动的我都把球拔下来了。谢谢，来有请潘老师。我是在你们的歌词里，在你们的声音里头，我感悟到，哎，我也曾经年轻过，也曾经小孩过，向你们致敬，我把我的爱心气球送给你们，谢谢。谢谢，也真是要谢谢我们合唱团的所有的小伙伴和我们两位老师的这种亲密配合，你们的歌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那接下来我们合唱团也会有一份新年礼物送给你们，但是没有选择了，只剩下卢青老师手中的那个福袋了。来，卢老师，我们揭晓这份礼物好不好？好啊，我这个礼物呢特别适合我们小白歌合唱团。这里是什么呢？是一个拍立得的照相机，你可以随时把你精彩的演出排练都拍下来，变成扑克牌，伴随你们成长。哇，好耶。好好，里面还有，你们回去慢慢看。好的，这样那我们还是请这五位同学做代表，我们去收集你们的爱心气球和这份新年礼物好吗？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儿大能耐》。现在小不点儿的表演已经全都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本场节目当中所有的小不点儿们再一次登场。节目的最后，邀请我们帮帮团的四位嘉宾一起走上舞台，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们能够喜欢由我们帮帮团嘉宾送给你们的这份新年礼物。而我们的新年礼物呢，也是由洛娃洗衣液独家提供的炫彩洛娃，我行我色，小不点大能耐，一起来传递爱。感谢您的收看，非常六加一，下周见。新年将至，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儿大能耐带着礼物盛装亮相了。这里有调皮的嘉宾，这里有精彩的绝技，精心挑选的礼物究竟是惊喜还是惊吓？更多精彩内容锁定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儿大能耐新年特辑。